者陈立言综合报道。南韩航团 EXO 队长 SUHO 首度升格电视剧男一，在新剧多金市场小资女扮过又一幕中无人的脸盲霸道市场，余下演秀在剧中展开一段治愈搞笑罗曼史。多金市场小资女改编自2012年同名的日本甜蜜喜剧，是 100% 事前制作的电视剧。 SUHO 在戏中饰演 IT 企业 NEXTIN 的 CEO 李玉灿，是一名外貌和实力兼具的天才 IT 企业家，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故而患有面孔识别障碍症，俗称脸盲症。SUHO 近期透过网络剧、电影、舞台剧累积演技，成为获真假实力演技的多金市场小资女。剧照公开后也让粉丝直呼期待。此外，多金市场小资女将于25日起在中华电信 MOD 戏剧台跟播，并于6月2日起每周六晚上9点半在龙华偶像台播出。下演秀在新剧多金市场小资女扮 OL 龙华提供 SUHO 在新剧多金市场小资女扮脸盲又霸道的 IT 企业家龙华提供。